大家早上好，我的名字是林真，来自槟城大三角，今年20岁，也是 Ellie 创的组织的。我在去年12月的时候，我的大腿那边就生了好像牛皮癣那样的东西，在那个过程中，就是从12月到今年的5月，我就花了1000多块来看医生，就是去看专科皮肤医生。甚至医生讲说会让我痊愈，可是并没有，服用了他的药物，停了过后，我的情况就恶化了。在今年5月的时候，我们的公司 launching 了一个新产品，就是 SinoX。这个 SinoX 我服用了一个星期后，它彻彻底底的帮助我，恢复我的状况，也就是现在是一个星期内我恢复了80%的这个问题。就是说我的皮肤再也不会有粗糙问题，像树皮这样子，或者是脱皮流血。现在的触感就是完完全全像我们普通的皮肤，滑滑嫩嫩的。所以我相信 SinoX 可以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帮助我这一个问题。谢谢大家。